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一样开始之前，我们一样先买一个礼包。至于这个，我想说买这个扭蛋币好了，不然我都在要抽这个小狗狗哦，应该买这个不错吧？买这个应该不错吧？应该是吧？好难决定啊！好，先买下去了。今天老爹把小狗狗给充满了，哦，我看我们的第一名跟第二名都把小狗狗给充满了。好嘞，没问题。然后这个一样买这个，跟这个扭蛋币，我再买。第二包，好，继续。第三包，一样买扭蛋币好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买什么。老爹的钻石已经累积到多少，我都不知道了。还有我这个特权哦，特权已经 max 了嘛，对不对？特权已经 max 了，然后我这里累积十万呐、啊，呵呵，十万呐、啊、都没有送出去啊，因为我已经 max 了。好，活动每日累除，先领奖励啊，快乐的领我们的奖励，快乐的不得了，然后累除奖励，没问题。然后先来这边招募，这边还有208抽哦。来，我记得可以跳过动画，我们快速抽一下。好，再来，疯狂开抽。金属球棒再一张，还有没有？哎呀，黄金球啊，没办法，继续。好，是我们的拖把侠，好久不见的拖把侠哦。好，这都是小黑婆。好，再来。Dr. Genius， 还有吗？我干！哎呀，我刚刚是不是按到金币抽了？靠腰哦！好嘞，然后这边有奖励哦。这个我到底要选什么属性的？我都不知道啊。平均抽好了，算了，之后再来抽。然后神秘扭蛋，老爹这边还有800多颗，直接开抽。小狗狗一张，再来给我多一点的小狗狗，还是没有，我们继续。哎，给我多点狗啊！怎么都没有小狗啊？靠腰，我这800多张扭币蛋不会都没有吧？不够我抽到 Max 吗？继续，怎么怪怪的？这个有没有跳过动画？有没有办法跳过动画？哇，好像有点衰耶、欸！
又一张，总共两张。我之前都有一次两张的经验哦。湖人是投手，小狗狗你在哪？天哪，好像都没有啊！我的天，一张就好，好，再一张，我们继续。好像偏少哎哈，今天的运气好像不怎么样啊。孩子没有，我剩500个扭蛋币啊，会不会不够到？不够到神话啊？不会这样对我吧？好，又一张，太好了！好，感觉我们在改运中，改运中。请让我改运吧！还有400张，好，继续。真的没有很多哎、欸，我这样运气算好还是算不好啊？有没有比较有经验的人告诉我啊？好。总共抽了6张，好像花了400张券吧，对不对？一次两张，我有曾经一次两张的经验，我有那种经验的。再给我一次那种经验的，小狗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好嘞，来看一下目前总共几张小狗狗啦。角色升级，好嘞，好多小狗哦，智能升级，再一键升级 ，OK， 小狗，我升级。我再升级，我升不完的级，刚好神话哎、欸。可是我看我们的一二名哦，他们的小狗狗哦，都是5星啦，所以我们还要抽9张哎、欸，对不对？9张吧，先抽个7张吧，因为每次都多出来哦。说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嘞，再7张，惨了，我的扭蛋币可能不够啊，335，再6张，再6张就好。小狗狗你在哪？再6张就好啊！我要求真的没有很多啊。孩子没有，没关系，不紧张，各位观众，我还有67万的钻石哦。好，有了，再5张，5张，这个球好像爆开就有，好，好像有闪电就有，哎，不对啊，这个扭蛋，哎，有，有没有看到？刚刚那个爆开不一样，再4张，那个扭蛋要爆开。继续，有这个有，再3张就好了。爆开爆开，有，干怎么没？怎么每个都像爆开的？有，哎，靠腰，怎么这个扭蛋看起来都像爆开的？你们分得出来吗？怎么看起来都一样啊？啊？他们跟我说扭蛋爆开就是有，
啊，怎么每一次看起来都像爆开的？奈龙赶快！哎，这次比较亮哦，比较亮的就有啦，比较亮的啦，比较亮这个没有，要比较亮的有了。好，我看得懂了，要一片整个都变紫色的就有，整个变紫色就有，这个没有。哦，我看得懂了，我看得懂了。继续，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。天哪，天哪，也没有。最后一张哎，不要这样吧。有啊，让我剩15个扭蛋币。好，没关系。角色升阶，一键升阶。哦，惨了，说真的，我再来要用哪一只我都不知道哦。因为我必须下场一只啊。那你们觉得我该下哪一只啊？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哪一只比较烂呢。神话三星的小狗狗，神话四星，然后我有 King 春卷吹雪，然后波罗斯还有二郎哦。我现在不知道下谁啊，你们觉得应该下谁比较好哦？好，来启动天赋，战力疯狂提升，继续提升，20阶，再来，21、22、23、24，哇，道具不足哎，这个是什么啊？看来我之后又要再搞一些装备了，这个核心不足哎，然后装备的话要穿相对应的装备，好，就先这样。然后核心研究所收集升级 OK， 目前聊天的战力是60204 K 哦。然后守卫机器人，我在考虑是不是给他全部升起来，全部升到100级啊，我在思考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一样疯狂招募，疯狂提升我们的战力，啊，这个真的是手很酸啊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这个群文之主哦，群文之主是我们这个工会 boss， 那么老爹的这个工会 boss 打得还蛮高分的啦。哦，目前我们工会第一名打的伤害是187M， 阵容是这样子 ：King 菠萝面包、春卷。OK， 我要放小狗狗吗？好，不然我们放个小狗狗看看它的技能怎么样好了。好，就这样 ，Let's go。让各位看一下小狗狗到底有多强悍，我也没有看过他的技能哦，我没看过。我们等小狗的这个怒气满的时候开个大招看看。好，二郎大招流水烟水根，再来何大金帝王引擎，不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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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流星爆发。好，换小狗了，小狗嘞，小狗好像气不够啊，哦，平常没有训练啊。好，有了，让各位见识一下野性突击，2000多 K， 2000多 K 算高还低啊？好像不错哎，来。我看我的吹雪炸多少 K， 8000多 K， 靠腰啊，可能是我的小狗
装备还没穿好哦，然后这个升级还没有完全啊，然后练之后把它练到最满哦，好，再试一次。那你们觉得我这个阵容应该换掉哪一只啊？到底要下春卷还是下吹雪哦？很难决定哎，真的很难决定哎，都很强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老爹是不是打到我们工会最高分。我们的工会最高分，好嘞，第五回合，哎，我一只挂掉了，哪一只啊 ？King 挂掉了，老爹的 King is dead， 这个 King 练度这么高，这么不耐打，哦，我的小狗狗4000K。还可以啦，4000K。美食大入侵，6000K。好，感觉小狗还不错啦，还不错。只是练度不高而已啦。哦，挂掉了 ，OK。好嘞，你靠腰，我打多少伤害啊？53M。53M，哎，靠腰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们打比我高分啊？啊？我怎么打那么低啊？那么就这么一遍，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一遍见，大家，拜拜。奇怪、欸。